鼓声协会。尔时世尊即时微笑，告一切勇菩提萨多摩诃萨多言：善男子，汝往外道尼前子所为其说法。尔时一切勇菩提萨多摩诃萨多白佛言：世尊，譬如须弥山王，小山无能出者，如是世尊，于如来前我不能说。尔时世尊告一切勇菩提萨多摩诃萨多：善男子，莫作是说，如来有多方便。一切勇，如往观十方一切世界，如来在何处住，于何处所，夫如来坐。一切勇，于尼前所，我亦当自说法。一切勇白佛言：世尊，成何神力，为以自神力去，以佛神力去也。佛告一切勇：如以自神力去，还时以佛神力而来。尔时一切勇菩提萨多摩诃萨多从座而起，偏袒右肩，为佛作礼，即莫不现。尔时世尊为尼前说法，身苦，身恼，人生多怖，身有病苦，病有老苦，老有死苦，富有亡难、贼难、水难、火难、毒难，自作业难。十诸外道心怀恐怖，白佛言：世尊，我等于今更不忍生。尔时世尊说此法时，十八千亿诸外道等得离尘垢，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，自身十八千亿住于十地大菩提萨多，现菩提萨多种种神力，或作象形、马形、狮子、虎形、金翅鸟形，或作须弥山形，或作老形，或作猕猴，或作花台结跏趺坐。十千亿菩提萨多在其南面坐，九千亿菩提萨多在其北面，皆作如是神通变化。如来常在三昧，以方便力故为众生说法。尔时如来之一切勇菩提萨多自用神力去以七日，至花上世界，使一切勇菩提萨多以佛神力屈身必请来至佛所，道已，又绕三匝，发清净心，合掌礼佛，白佛言：世尊，我以一神力至十方诸佛世界，见九十九千亿诸佛世界；第二神力见百千亿诸佛世界；至第七日到花上世界，亦至不动如来世界。世尊，我至彼国，见九十二千亿诸佛说法，又见八十亿千世界，
八十亿千诸佛，即日成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，我悉供养，复过而去。世尊，我即日至三十九亿百千佛国，见三十九亿百千菩提萨多出家，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。世尊，我悉恭敬礼拜，又绕三匝，复过而去。世尊，又于六十亿世界见六十亿佛，我悉供养，恭敬礼拜而去。世尊，我见百亿世界，百亿如来入波涅盘，我亦供养，恭敬礼拜，复过而去。世尊，我见六十五亿世界诸佛圣法灭尽，我心焦恼而怀悲泣。见天龙夜叉忧恼啼哭，如见入心。世尊，彼佛世界皆火所烧，大海须弥悉皆烧尽，无有遗余，我亦供养，复过而去，乃到花上世界。世尊，我到彼世界，见夫百千亿座。世尊，见彼南面夫百千亿座，东西北方及以上下各夫百千亿高座。世尊，彼一一座七宝成就，一一座上有一如来结迦夫座，为众说法。世尊，我即见已生稀有心，问彼世尊，此世界者名为何等？彼佛如来即告我言，此世界者名曰花上。世尊，我离彼佛问其佛言，如来世尊名号何等？彼佛答我，号莲花藏，于此世界常作佛事。我复问言，此世界中无量如来，何者是莲花藏如来之身？彼世尊曰，我当是汝莲花藏佛。尔时诸佛悉隐不现，唯见一佛，其余座上悉是菩萨。我十礼佛，时有一座从地涌出，我于此座结迦夫座，使我座椅有无量座忽然而出，空无人坐。我问彼佛，此座何故空无人坐？时佛世尊而告我言，善男子，不种善根众生不得在于此会之中。世尊，我实问彼如来言，世尊，作何善根得在此会？时佛告言，谛听善男子，得闻僧伽吒法门者，已是善根得在此会，何况书写读诵一切勇，汝闻僧伽吒法门故得在此会，无善根人则不能得见此佛国。尔时一切勇菩提萨多摩诃萨多白彼佛言，世尊，得闻此法门者得何福德？尔时莲花藏如来即便微笑，世尊，我实作礼问彼佛言，佛何故笑？现稀有相。时莲花藏如来告一切勇，善男子，一切勇菩提萨多得大势力，譬如转轮圣王主四天下，于四天下种满胡麻。善男子，如彼胡麻其数多否？一切勇菩提萨多白世尊言，甚多世尊，甚多善事。佛告一切勇，有人具彼胡麻以作一句。一切勇，有人能数知其数否？一切勇菩提萨多白彼世尊，不可数也，善事世尊。时莲花藏如来告一切勇菩提萨多，善男子，若胡麻等数，诸佛如来说文经功德不能令尽，何况书写读诵。一切勇菩提萨多白佛言，世尊，书写得何等福？佛告一切勇，善男子，譬如三千大千世界，一切沙尘
树叶、草木，以如此等数转轮王。如是轮王，宁可属否？一切勇菩提萨多白佛言：世尊，不可属也。善是世尊。佛告一切勇：善男子，听此法者如是。一切诸转轮王所有福德，不及此福。于此法门，属一字者，功德甚比一切轮王所有福德。如是善男子，此法门者，摄于一切大乘正法，不得以轮王福德为喻。如是一切勇，此法门功德非譬喻说。如此法门能示法藏，灭诸烦恼，燃大法炬，降诸恶魔，照明一切菩提萨多之舍，说一切法。尔时一切勇菩提萨多摩诃萨多白佛言：世尊，行梵行者甚为稀有，何以故？世尊，如来行难得。佛告一切勇：如是善男子，梵行难得。若行梵行，若昼若夜，常见如来。若见如来，则见佛国；若见佛国，则见法藏。临命终时，其心不怖，不受胎生，不复忧恼，不为爱河之所漂没。尔时世尊复告一切勇菩提萨多摩诃萨多：善男子，如来出世难可值遇。一切勇言：如是世尊，如是善事，如来出世难得值遇。佛告一切勇菩提萨多摩诃萨多言：此法难值，亦复如是。一切勇若有得闻如是法门，今于尔者八十劫中自是宿命，六十千劫作转轮王，八千劫中作天地士，二十五千劫作净居天，三十八千劫作大梵天，九十九千劫不堕恶道，百千劫中不堕恶鬼，二十八千劫不堕畜生，十三亿百千劫不堕阿修罗中，刀剑不伤，二十五千劫不生愚痴中，七千劫中具足智慧，九千劫中身处端正，具足善色，如如来身，十五千劫不作女人，十六千劫身无病恼，三十五千劫常居天眼，十九千劫不生龙中，六千劫中无嗔恚心，七千劫中不生贫贱家，八十千劫主二天下，即最贫穷，受如是乐。十二千劫不生盲民，十三千劫不生龙中，十一千劫修行忍辱。临命终时，世行将灭，不起导响，不生嗔恚，见东方恒河沙等诸佛如来，面见南方二十亿佛，面见西方二十五恒河沙诸佛如来，面见北方八十恒河沙等诸佛如来，面见上方九十亿恒河沙诸佛世尊，面见下方百亿恒河沙等诸佛世尊。善男子，彼诸世尊安慰其人：善男子，汝莫恐怖，汝已听受僧伽吒法门。善男子，汝见如是恒河沙等百千亿佛世尊否？唯然已见。世尊告曰：此诸如来故来见汝。是善男子问言：我作何善，诸佛见我？诸佛告言：善男子，汝在人中曾闻僧伽吒法门，是故诸佛故来见汝。是善男子白佛言：世尊，我曾少闻，得如是福，况复具足受持是经。彼佛告言：善男子，莫作是说，闻四句偈所有功德，我今说之。善男子，
譬如十三恒河沙诸佛如来所有福德文辞法门福德甚彼，若有供养十三恒河沙诸佛如来，若有于此法门闻一四句偈，此福德甚彼，况具足闻。佛复告一切勇菩提萨多言：善男子，若三千大千世界满中胡麻，以此胡麻树转轮王，若有人布施如是转轮王，不如布施一须陀环。若施三千世界一切须陀环所得福德，不如施一斯陀含。若施三千世界诸斯陀含，不如施一阿那含。若施三千世界诸阿那含，不如布施一阿罗汉。若施三千世界诸阿罗汉所得福德，不如布施一辟支佛。若施三千世界诸辟支佛所得福德，不如施一菩提萨多。若施三千大千世界菩提萨多，不如于一如来所起清净心。若于三千大千世界诸如来所生清净心，不如凡夫闻此法门功德甚彼，何况书写读诵受持一切勇，况复有人以清净心意念此经。一切勇于意云何，我有凡人能度大海否？一切勇言：物也，世尊。佛告一切勇于意云何，我有凡夫以手一错能结海否？一切勇言：物也，世尊。佛告一切勇：要小法者亦复如是，不能听受如是法门。一切勇若不曾见十八亿恒河沙诸佛如来，不能说写如是法门。若不曾见九十亿恒河沙诸如来者，不能闻此法门。若人曾见百千亿如来者，闻此法门不生诽谤。一切勇若有曾见百千亿恒河沙如来，闻此法门能生净信，起如实想，不生诽谤。一切勇听若有说此法门一四句偈，比过九十五亿千世界如阿弥陀国，比人佛土亦复如是。一切勇比诸众生寿命八万四千劫。一切勇若菩提萨多摩诃萨多于此法门闻四句偈，诸众生摄使造五逆罪，教人随喜。若能听受一四句偈，所有罪业能令除灭。尔时世尊复告一切勇菩提萨多摩诃萨多言：往昔有人破塔坏僧，动菩提萨多三昧，坏灭佛法，杀害父母，坐以生悔。我师今世后世之乐，当于恶道一劫受苦，生大愁忧，受大苦恼。一切勇如是之人，一切世人所共悟见，作如是言：此人施于世间出世间法，此众生于无量劫犹如胶树，不能复生。譬如画堂，不以浇筑而作庄严，此人亦耳。今世后世所生之处，人皆轻贱打骂毁辱，不施饮食，彼受饥渴打骂苦恼，自意念言：我造逆罪破塔坏僧，作是思维：我向何处，谁能救我？作如是念：我当入山自灭其身，无人救我。尔时彼人而说偈言：我造不善业，犹如胶木柱，今世不庄严，他世亦如是。世内不庄严，在外亦如是。恶因造恶业，因之入恶道，后世受苦痛，不知住何处。诸天悉闻我悲泣啼哭声，无有救护者，必入于地狱。自作不善业，
自受苦痛受，我无归依处，必受苦痛受。杀父母坏塔，我作忤逆业。我登高山顶，自坠令碎灭。使诸天告言，莫去愚痴人，莫作不善业。汝作多不善，作已经悔过，杀害自生命，必受地狱苦。寻疾堕于地，如被幽箭射，不以此精进，而得成佛道，不得菩萨道，不得声闻果，更起于精进。汝亦先圣山，广见大圣主，头面礼彼先，愿救苦众生。善作利益我，今步不安稳。先人闻告言，汝作暂时听，今步苦不安，当毁众恶业。先人告言，我为施汝时，汝可食之。愁忧苦恼，饥渴恐怖，世间无归。我施汝时，汝当食之，然后我当为汝说法，令汝罪业悉得消灭。彼时弃矣，须臾早守，绕先人矣。前面胡跪，先人问言，汝说作恶业。答先人言，我杀母、杀父、破塔、乱菩提萨多三昧，坏灭佛法。尔时先人告彼言，汝作不善，造思恶业，自作招人诸不善业，汝当忏悔。尔时彼人心惊惶怖，悲泣而言，谁救护我？我作恶业，必受苦报。尔时彼人长跪合掌而作誓言，我作恶业，自作教人，莫使我得不善之报，勿使受苦。愿大仙人当见救济，我为仙人常作同仆，所作不善，愿令消灭。尔时仙人未遇彼人，汝莫惶怖，吾当救汝，令汝轻报。汝今现前听法，汝曾闻僧伽吒法门否？白仙人言，我未曾闻。仙人言，火烧之人，谁能为其说法？为大悲者，乃能说耳。僧伽吒经卷一。佛法浩瀚无涯，读诵大圣经典，既能开发智慧，更丰富生命。欢迎十方大众踊跃护持本节目，护持账号19658482，19658482，户名中华印经协会。如果琢磨了怎么办？最难就这个。如果他愿意相信别人给他的建议，都还有救。但是往往魔的力量超过了就没办法啊。所以就像我们有一个师姐，有时候会叫来叫去的啊，骂得很可怜。他有时候不是他的意思，他身上有魔鬼啊，然后会生气啊。但是他又喜欢人家注意他。一个人琢磨有一个特色，他就是喜欢人家注意他，跟人家行为有点怪异。所以各位，你要分析你自己有没有怪异啊。如果别人东你要西，别人拜你要站起来，这就你琢磨了啊，你要很小心哦啊。所以你要观察自己的身语，不要跟人家不一样啊。所以佛教讲和谐空气，你硬要跟人家不一样，表现自己，凸显自己啊，那你就有一点琢磨了。那有些琢磨是贪财啊，有些好色啊，啊，有些打人骂人，像躁郁一样啊，忧郁症，这都是琢磨了啊。
所以这些，但是大部分也跟祖先有关系。如果你的祖先有琢磨的躁郁症死了，那你就有躁郁症。啊，所以因为他讨你的祖先的债，你没还完，祖先死了，他找子孙呢，啊，所以这个琢磨就是要忏悔。那当然，佛教里面像愤怒连时心咒，它很强，啊，或者狮吼观世音菩萨咒，它很强的，所以对这些有帮助。但是就是说，念的人动机要正确，要有一些太强的还不能念出声。但是基本上，这个被念的人如果要改变，他要接受，他如果不接受就没办法。啊，当然外在的力量有一点力量，但是如果知道对方琢磨了，你很多是因为他的念头，这个魔内神通外魔，你内心没有这个不对的想法，魔就不进来。你有一个贪念，贪魔就找你；你有欲望，欲魔就找你。所以我想，佛教讲究竟来讲就是空性，超越一切。但是有些人已经琢磨了，他怎么可能有空性呢？啊，所以就靠外力帮助他。所以这个外力就给他一些助缘，比如说你可以帮他回向、超度、修除障法这些。但是你最好这个人琢磨了，你还先认定说他身上有一个让他琢磨的亡魂，先这样认定，然后这个亡魂你要跟他做功德啊，安慰他，对不对？慢慢让他心甘情愿啊，超度啊，还有可能。护持功德殊胜行，无边胜福皆回向。普愿沉溺诸众生，速往无量光佛刹，十方三世一切佛，一切菩萨摩诃萨，摩诃般若波罗蜜。